前唱这一首歌，竟然跟女儿唱的 key 是用同一个 key， 怪了，他男高音竟然伸出一个女低音。这一下子变这么大了，爸爸嘞，爸爸在干嘛？打球。爸爸今天在家里煮饭，他今天煮的帝王蟹。哦，爸爸是谁？知道了吗？啊，讲出来给大家听一下，来来来。爸爸是吴启贤。哎，启贤哥。对，只怪自己被爱迷惑，如果的话你不重要，可是我。太经典了啦！那个太傻的故事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我有听过宪哥讲过，我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你老爸以前是签约在刘文正阿伯的公司的，这个知道吗？知道知道。刘文正阿伯就找了一首，弄了一首歌，做了一个歌叫《太傻》，是爸爸写的，对不对？爸爸生命当中写最好的歌就这两首，其中一首。太傻，结果呢，他就以为约满了就离开那个公司，离开那个公司，然后就把这唱片收录在自己里面，一出来狂销热卖，他史上最卖的唱片，销售超过百万张，超猛，我都不知道，卖了百万张，对不对？结果他这一张唱片，这个版权还谁？还是刘文正先生的。哇塞，哇塞，完蛋了！已经卖百万张，你又拿了人家的歌，白纸黑字，完了，好了，法院结果人家都告爸爸，我就劝他不要，但是人家不听，还是告，人家不听，人家还是告人家，是不是？因为我没有刘文正的电话。他有爸，我爸有啊，可以要一下嘛？可以啊，可以问一下。我还有邓丽君的电话。对呀、啊，然后后来就是变成人家告他，当时哦，距离现在一二十年前，判赔500万台币，哇，很多哎，一二十年前的500万很多哎，差一点你就要让叔叔来养了，可以可以，对呀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答应太快，马上可以可以，到我们家是吃得好又过得好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后来就赔了这500万，然后唱片刚卖也没有钱嘛，怎么办呢？后来他就回到马来西亚 KL。马来西亚东南亚第一个卡西诺，卡西诺嘛，对对对，很难过，大的卡西诺，很难过很难过，然后换了一些铜板，就坐在那边拉吧，去卡西诺拉舒压了。是他发讯息告诉我，中线，你知道吗？有人能拉吧，拉中50万马币。各位，当时马币比台币刚好1:10。50万马币就是500万台币，就这样，这是一种命运的安排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您说我在胡说八道吧？来来，妹妹，这个事情是真的？听爸爸说过吗？有听过很多次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哇，有没有看到？这很神奇哦。爸爸会希望你未来是走这条路吗？我觉得他就是从来也不会就是说不行，然后我觉得就是从小听他唱歌，然后我也爱上唱歌，然后现在我就很喜欢创作嘛，爸爸的歌也都是自己写的，所以我觉得说如果我要跟他一样的话，我要比他更好。他也能够写歌，对，他也能够写歌，非常好，慢慢来好不好？慢慢做起来。哎，这是黄明志所写的一首歌，跟谁？是叔叔所唱的。哦，跟你 feature 了。所以今天要让这个可爱的孩子，他演唱另外一首歌，我要考他那首歌。如果你知道这首歌的来由，才可以唱。对，好吧，来先看看，来来来来来，一代马来西亚歌神吴启贤，来来，宝贝，讲一下，爸爸写这一首歌的典故跟缘由。我觉得爸爸就是说，他因为路弯弯嘛，然后他就是坐在车上，然后他坐在后座，然后呢慢慢开到卡西诺，差不多差不多，不是这样，还在那里，还在卡西诺。然后他就是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吉他，然后也没有纸，他就是在脑袋里哼了这个 melody， 噔噔噔。
这个 melody， 然后就写出了《路弯弯》。没错，这歌是启贤在车上写的一首歌，记下那个旋律就起来，它有一种回乡的感觉。人生的路路弯弯，你怎么去面对你的人生？参加过你的节目叫做《森林之王》第一届。第一届，好吧，不管成绩如何，我们不管，我们就是要一步一步做起来。谁说新二代一定就是天才呢？若不是天才，就慢慢灌溉，一步一步做起来，好吧？看看现在的改编，我们的正妹已经变成什么样？来了，海点，请看，来，女儿来了。这个眼神哦，很有故事哎，加油加油！那个眼神里面看得出来巫启贤的味道，有漂亮，然后又有长出自己的灵魂，有美。然后启贤人生最大的幸运是什么？娶到了一个很棒的老婆，对，有人娶到海军。有人娶到美军，对，他妈妈是美军，哦 ，America， 对，美军，美军跟海军，有人娶到海军，有人娶到美军，海军歪掉，有人生了个儿子叫德军，阿咪老师，德军本人在后面，德军本人，我们有时候转过头来，还以为阿咪老师去拉皮，对啊，好像啊，真的太像了。来，路弯弯，直接就用巴萨诺瓦他的 feel 来演唱一下啊，让我们看到传承，好吧？欢迎吴永欢，谢谢。
听的端倪啊，可怕了。是瑞儿吧？哦，是瑞儿。终于讲对了，终于讲对。我跟你讲，启贤唱这一首歌，竟然跟女儿唱的 key 是用同一个 key。哎呦，真的吗？对不对？你们俩是不是同一个 key？跟爸爸真的差不多，差不多，他的音真的对，他等于他是女低音呢。哎呦，他是爸爸的 key 比较高，女低音跟男高音，因为爸爸是高音，高音，高音，对对对。哎，奇怪了，他男高音竟然生出一个女低音，怎么讲？我是想说这首歌就是想，因为今天改编嘛，然后又是 Bossa Nova 那种，对对对对，就是我觉得唱 relax 一点，唱低，把 key 放低一点会比较舒服一点。他也是念伯克利的哦，伯克利有。遇到路西派嘛，有特别来照顾我一下，有对啊，有一下，可不可以照顾你一下下就好？棒，好不好？继续努力，好好唱歌，自己写歌，谢谢。啊，写好了就可以发行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谢谢我们可爱的，谢谢。